对面真的是传奇草吗？真的啊，我们就三个传奇没？难道我们排三个王牌？概念是这样啊。其实不一定要 ban 集运工程啊，啊要 ban 也可以，因为要练猴子的话，木配猴或者是公猴也可以。要、啊、不然我玩个工程，你会接吗？老工程，老工程也可以啊。一位安安啊，一个应该可以。那你先拿鱼住吧。鱼，一个这个游戏，你看人家会不会玩啊？大部分都先看防守的啦。你说进攻打得怎么样？大部分都嘛是看防守做得好不好。防守做不好，那进攻一定随便乱打都会赢的。因为就是很能处理啊。看到山景。又想要玩木生衣了好了，我玩一把工程啊，考验一下篮板。神奈川首席后卫很强啊，很强啊，怎么又是老福田？神奈川首席后卫主攻套带起来，其实这手有干扰套也不错。啊，这一对哦，这个中中超级爱玩那个的，超级爱玩福田的，而且他的福田是有特效的哦，有考虑去帮吴老爹做复健，他找我，我一定会陪他玩的。那其实我之前他退坑之前，我好像不认识他，他也不知道我吧，他找我，我会陪他玩啊。我觉得主动去找人家就有点好像不太好意思。姐，哎、欸，阿哲，我被挑，转一不是你的哦。主播的衣服是你们家的猫吗？对，这张是波波的照片，用3D 列印去做的。我赢你了。普头，哎、欸，好彩、欸，阿哲。哦，很强哎、欸，强力组合老公猴的搭配，陆福很爱玩这套。哟，哦 ，Kimoji 哦，哎、哦欸、他怎么没接到球？奇怪了。啊，对面不会盖，下次。没进，我赢你了！哎，怎么都不会截球？啊，不行，我要死猫后撤了。再给我一次。他们跳猴子的点都乱跳，靠北！那个猴子还没接到球，樱木就跳了。阳寿打球啊，盖到了，三井冒了一颗，没给。哎、欸，不会截、欸。你们看我们在打三排，你一定觉得说，干传奇场就这儿，对吧？你就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传奇场怎么长这个样子？没有，上次说有人说王牌场不损，不能代表台服的防守。操！操！哦哟，可以啊。有考虑卖波波的衣服吗？应该会等今年结束吧。再去，因为我觉得波波真的蛮可爱的。红啊，韩老爷，哎、欸，
好久没有用这个，虽然我觉得我用的不好，比较会玩工程的会用的比较好。哎呦，看阿哲怎么突然就会冒这招了都。看来王牌跟传奇的差别只有边角功能，对不对？冒他，漂亮。哇靠，阿哲全冒欸，怎么可能？哇干，阿哲找代打了、哦、哇靠，干、哎、阿哲前凸全冒欸，好扯哦，每次后仰都会漏，怎么干？贴上去冒他呀，贴上去啊。阿哲这场顶呱呱哦，可以做精华的场哦。喷呼我神奈川首席后卫，其实这只蛮好玩的啦，这一只还不错。我都老工程了，强度有的。阿哲这场很炸哎、欸，不能夸哎、欸，哎、啊、干，哎补得好，冲啊！这鱼柱起丘状态，他前凸没有漏过半颗哎、欸！干，我跟你讲，我认识他这么久，不能夸。他，我认识他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他整场全凸全冒的，很少见啊！卡梦卡梦，哎、欸，我们又达成一场任务了，我们已经达成两场了。后仰就是要贴上去啊，贴了，是要干扰了。接，靠背太低，对位者就有后仰的责任啊，其他都跟对位者没有直接关系。坦白说，哎、欸，他都不守攻城哎、欸，我上篮会偷烂他的。他们前面有跳啊，后面没有，没盖到。卡梦卡梦，你看哦，再打一球。他们工程都不跳，老福田在三排是不能出场的，可以啊，可以出场啊，哎、啊、会输而已啊，这样算可以出场吗？工程要会偷普投啊，就跟木生一有点像，还有偷一些直突之类的，没可以出场，没有说要赢的话可以出啊。还是要看啦，没有花之丸解任务不好解的原因是因为他都单排在打，他都单排在打，当然不好解啊。如果而且你要想一件事哦、喔，你们玩游戏都是单排对不对？就是你们聊天室很多都是单排，那你们也知道现在单排台服的那个生态是长怎么样？干那个台服那个单排有时候不是你能控制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即便你自己做得很好。但你还是你们那一场还是会崩，因为队友没办法控制啊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